选的歌曲很感动人，我感觉你两个都是很不简单的孩子，把你们都留下来了，我觉得肯定好看，所以我希望你们两个都能够留下来，加油。谢谢老师。好，我们来听听看亮哥老师怎么说。好，两位小朋友今天真的两位都太棒了，还老师现在头壳就疼。我们小罐头，哇，你在你年纪小小你就能够体谅妈妈的辛苦呢，老师真的很感动。那你们今天两位的技巧啊，很多转音啊，很多这个音准拍子我都觉得表现得很好，所以我刚刚说我头痛在这里，不知道要怎么给你们输赢。